喂，出发啦！准备好就攞定架车收数啊！准备我大佬，错晒啦！而家乜嘢年代，仲边有人攞刀去解决问题噶？我哋要攞佢，我哋要攞佢。Sir，我哋黑社会嚟噶。冇错，以前好似你哋咁嘅年纪嗰阵时，我都系要攞刀去解决问题，直至我遇到呢位老师。 老师，系佢同我讲，以后冇俾我再见到你啊！老师，讲咗咁多次，刀唔系解决问题最好嘅武器。呢个世界上最强嘅武器系书，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，慢慢你就会明白噶啦。放下屠刀吧。 以后唔准攞刀，放低晒啲架撑，以后全部攞书去收数，吓、啊？好、哦，对唔住大佬，钱喺呢度啊，佢哋唔会再打我啊！借人钱要还噶嘛，下下都要打先得嘅，各位兄弟，我哋 pitch。 小红还钱，喂，企喺度，咁多人做咩啊？手揸住啲咩？ 书啫嘛 Sir， 啊，几好啊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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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你以为你好抽咩？戏嚟嘅咋，边有咁大力啊？讲嘢。嗱，9月7号澳门站会有个卡城，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好好笑，又有啲咩特殊才能，可以 email 嗰度，咁到时我哋就会见噶喎，系嘛？到时见啦。喂，柯南啊，想一想你。